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有職員初步確診。那個職員在觀塘海濱道181號七樓工作，最後一日上班是上星期四，他不需要接觸公眾，上班的時候有戴口罩。辦事處已經安排同曾工作的人員接受檢測，並確定檢測結果前在家工作，亦都會徹底清潔和消毒。